请另一半帮忙，就怕越帮越忙。那个高铁票，结果出发的那一天到进站以后，票刷不过去，逼不过，他买车。隔天的，偶尔想要耍浪漫，女友却引起火灾。女朋友然后在家里跟他租房，就浪漫的教他你看东西，我去两分钟就回来。然后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整个厨房都是人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